怪不得他那天说话那么奇怪，原来他不只是在跟我告白，还是在跟我告别。所以他当时已经决定不手术了，对吗？所以那天我们经历的所有的美好，都是他留给自己一个人的回忆。至于我，他会删掉。 我脑海里与他有关的一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。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，根本就不应该再动用什么超能力。他选择那么做，只会加速衰竭，跟自杀没什么区别。但他还是那样做了，因为他在乎你。现在手术还来得及吗？ 还有救吗？两成的希望吧。手术你都安排好了吗？最晚这周末就走。我要再见他一次。哎呀，你快点！ 要不然一会儿看不上日落了。你没事闲着约我来爬山，是被医院开除了，还是被我的小助理甩了？少来了！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有异性没人性啊？要不是为了你，他至于跟我冷战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比一场，看谁先到山顶，中间不许回头。可以，谁输的话走回去。行。 你又想干嘛？请你吃火锅，看日落啊！谢谢你啊！你让妍妍骗我上来，不会就只想吃火锅吧？当然不是了。 还有看日落，看星星。来都来了，坐下边吃边聊吧。苏执念，你这两天是不是挺烦我的？你知道就好。 那边的星星，是不是就是猎户座？那是天蝎座。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当时可能只是在照顾你的情绪。事实上，天蝎座和猎户座是死对头。海神波塞冬制造奥利翁，经常夸口自己没有猎不到的猎物。他的自大惹怒了天后希拉，因此派了一只毒蝎子去惩罚奥利翁。奥利翁死后成为了猎户座。 而那只蝎子，成为了天蝎座。不是，奥利翁和月神的爱情悲剧吗？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传说。你在夏夜的星空是绝对看不到，只有冬季才会出现的猎户座的。因此，也有人生不相见，动如身与伤的说法。人生不相见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会再烦你了。
事谁说了算？谁最笨？谁更有钱？谁最懒？谁更气人？谁感情上更主动？谁更喜欢对方？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确实不应该再打扰你，所以我会学着放下过去。苏之念，我答应分手。毕竟，爱情如投资，除了及时止损，还要实现帕累托改进，不造成彼此的困扰才行。看来我以前确实没少教你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不会再打扰。再见。